超现实的舞蹈动作，用肢体诉说文化特色。知名舞团和台艺大故事工厂携手合作，发起墨岛进行曲计划，把传统阵头的肢体语言当成灵感，打造出专属台湾的舞蹈步伐。宣告第一站在南投要正式启动。前面其实已经展开了大概大半年的规划的事情，也包含做了一些小小的实验。那个实验从桃园的铁玫瑰到台南的艺术节，现代舞的作品带来沉浸式的剧场体验。墨岛进行曲计划要巡礼台湾具有特殊意义的民俗文化场域，其中香火鼎盛的北港朝天宫就大力支持。整个庙宇其实也都是艺术家在里面，不敢剪人雕刻等等，而且庙宇我常常在讲，我不只是在拜，还有很多教育的内容啊，所以我在这里也欢迎，也邀请大家原来北港朝天宫拜拜礼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给你们深度的导览让您了解整个朝天宫的建筑与艺术之美。舞蹈融合民俗历史，让大小朋友在欣赏表演的同时，也可以更深入了解在地文化。八大新闻综合报道。民生八方事，尽在一小时。要订阅，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。